车怎么开的？停车呢？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宝：一、开启危险警告灯，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；二、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患；三、标会车辆位置，可用手机拍摄稽证；四、无人受伤时，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；有人受伤时，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。五、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等候警察到场处理，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，放波化仪等就对啦。